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我们都知道，有很多城市都建立起了动物园。这不，一群人来到动物园里观看大象，看大象很平易近人，于是一旁女子就拿出手机，想要记住这美好的一幕，但是下一秒却让人猝不及防。只见大象用它的大长鼻子一挥，狠狠地趴在了女子脸上。看到这里能感觉到挥在脸上肯定很疼，而这边的一群游客正在给牛拍照呢，不料被打扰的牛就突然发怒了，追得游客们四处逃窜，其中一个小孩就更惨，被牛追了好大一圈，不过终于侥幸逃脱了。无独有偶，一位小女孩坐在水边玩耍，但是下一秒呢，从水中又突然窜出来一个家伙，一口咬住女孩，将其拖进了水中。在场的人都被这一幕给吓到了，仔细看清楚才发现原来是一只海豹，还好女孩的父亲反应及时，跳进水里就将女孩给救了起来，不然的话真不知道下一秒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惨剧呢。小伙伴们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记得点赞和评论哦。